杜兰特 USA Today。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，勇士猛神科瑞 Stephen Curry 还在养伤。D. 格林 Draymond Green 肩膀酸痛缺阵，靠着杜兰特 Kevin Durant 28分及 K. 汤普森 Clay Thompson 第四节单节十分进账，搭配团队26次助攻，以全员出击模式111-104打败拓荒者，赢得7连胜。勇士首节虽落后，后来靠着团队之力逐渐将领先扩大，最多领先24分，但拓荒者在末节不断追分，虽速度将落后缩小至个位数。 K. 汤普森又连续两颗三分球浇熄对手的反扑气焰，而卫冕军团队共送出26次助攻，利用多点开花方式成为赢球关键。 K.汤普森 USA Today。 勇士四巨头科瑞因右脚踝扭伤，至今已连续缺席三场。 D. 格林也累积三场缺阵，杜兰特也有四战休兵，也让 K. 汤普森不仅成为巨头之中的全勤模范生，也是全队唯一一场未休的超值球星。他此仗21投9中，包括三分线上10投4中，攻下全队次高24分。杜兰特28分、9篮板、5助攻与3助攻。卡斯比 Omer Caspi 11分。 D.韦斯特 David West 10分。贝尔 JordanBell 11分。 N. 杨恩 Nick Young 12分。拓荒者双枪里拉德 Damian Lillard 麦卡伦 C. J. MC Column 合力拿下60分，里拉德28投12中，包括三分球13投5中，攻下39分。麦卡伦14投8中，包含一记三分球，进账21分。队友紧透纳 Evan Turner 10分进账，在其余队友发挥不佳下，黯然吞5连败。里拉德每连射